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姚姚。北京时间12月27日， CBA 常规赛继续进行，北京首钢击败江苏，终结三连败。本场比赛首钢虽然赢了球，但是又成了外界攻击的对象，原因就是王霄辉在和江苏的第三节比赛中，王霄辉在篮下卡位时肘击放倒了吴冠希，冠希疼得眼泪都下来了。裁判在看过录像后认定王霄辉对吴冠希的肘击构成了违体犯规，这是首钢在本场的第二个违体犯规，也是本赛季的第19次违体。别看首钢本赛季战绩不太行，但这一数据却是排名整个 CBA 第一位。要知道，这才是首钢本赛季打的第21场比赛。从概率学来看，首钢几乎是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一次违体，而王霄辉一人就贡献了4次。我们不说王霄辉的动作是否是故意，但是每一次都发生在他身上，就说明他肯定存在问题。他的防守动作真的该改改了，抢篮板手不需要架那么高吧。从这个赛季来看，杜峰、丁伟、吴庆龙都曾公开谈到首钢的犯规。杜峰说道，王霄辉上来了，保护好自己。丁伟坦言，用职业道德、职业操守、职业意识来维护联赛。吴庆龙，北京队确实有他自己的老传统，打得比较强硬，我也和队员说了要保护好自己。本场江苏队替补席则是爆出金句，打一场伤一个。如今的王霄辉真成了 CBA 公敌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